好，有小美。今日咧，其實啊，好開心啦，就係同小朋友啊，同阿先生一齊咧嚟支持大師兄啦，咁啊，甄子丹哥哥啦，咁我哋覺得其實啊，呢套電影咧，其實係會真係為香港咧，就係啲無論係老師啊，或者係啲學生都好啦，其實係俾到一個好大嘅鼓勵咯。咁啊，我哋都好期待噶啦，因為都知道啊，佢哋都俾咗好多心機落去拍嘅，咁我都好期待睇其他嘅。中學生啦，尤其是而家咧，或者係 DSE 完咗啦，咁大家就放緊暑假啦，咁啊希望鼓勵一下啲學生啊、學生哥啊、學生妹妹啊，咁佢哋可以繼續努力啊，同埋唔好放棄自己個夢想啊，咁想讀咩都得嘅，想做咩都得嘅，主要就係對自己有信心啦，咁啊有屋企人支持，同埋有好老師支持就係好重要咯。而家嗰啲center其實冇曬㗎嘛？其實咧呢方面咧，咁我其實咧唔好意思，我就唔可以講任何嘢嘅，因為都交咗俾律師啦，咁啊司法程序，咁我就唔可以講任何關於呢件事嘅。但係澄清個後官而家係點樣咧？仲喺你度。其實這個都是進入了司法程序，我也不可以提了，所以就我都其實今天是支持這套電影的，我想集中在這個這麼 positive 這麼有意義的一晚。財政方面有冇乜嘢？我諗開始啦，唔好意思啊，我要開曬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